马克，你太胖了，今天必须减肥，这顿就吃青菜吧。我下楼拿个快递，冰箱里的牛排你要是敢偷吃，看我回来不收拾你。马克，你在家没有偷吃牛排吧？没有啊。不对，空气中怎么有肉的香味？锅里竟然还有油，冰箱里的牛排也少了一块。玩偶的位置也不对，桌子底下怎么会有牛排？马克，你又偷吃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哼，想收拾我没那么容易。哎呦我的妈！